不，我要去雇宝马。吃什么吃？滚！不好，我吃土豆锅巴饭。滚！发生什么？点火！就是这不要脸！哦，原来是公公。点火！来煮饭去。一个又是五句话呢，叫你去你就去，啰里啰嗦的去。哦，一句话一定喝，龙哥们呀，真的是的了。你刚刚在那里念什么？我干么呢？我在那跟真的说。鬼姑把姑娘死呀！嗯，你姑娘回来了。小时候，外婆经常做给我吃。你跟姑姑什么下过来？等你出生的时候，已经吃不到了。我也多加点的。